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嗨，上课了。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。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我去拿。嗯，好好奇哦，到底会是谁寄信给我们呢？拿来了，哈哈，是写给我们的耶。啊，赶快打开来。嗯，他说：“亲爱的悠悠哥哥姐姐，请告诉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长得像大树一样高呢？”微微敬上。原来是微微小朋友写信来问我们关于长高的问题哦，哈哈，这个问题啊，问草莓姐姐我就错了，因为我也很想要知道啊。真的耶，不只是草莓姐姐想要长高，就连我柳丁哥哥，还有我杰西哥哥，我们都想要再长得更高更高更高。月亮姐姐，我跟微微有一样的烦恼哎，我也很想要长高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大家的？我妈妈说好像早点睡觉应该有效哦。真的吗？嗯，来试试看嘛。圆圆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。草莓姐姐，我问你哦，你有每天十点前睡觉吗？哈，好像没有哎，因为我每次都会看书看过头了。哈，难怪长高精灵的魔法对你没有效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人跟草莓姐姐一样都很晚睡的呢？晚睡的举手。哦，都很早睡耶。只有杰西哥哥晚睡哦。真的。哇，小朋友都好乖哦。原来是我都太晚睡觉了，难怪我都长不高。哎，月亮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长高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啊？有了，我们大家今天一起来上长高课，我们可以请我们班上最高的太阳哥哥来教我们方法，怎么样？好耶，好耶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大声地说，太阳哥哥快出来，一起说，太阳哥哥快出来。喂，是谁在找我啊？喂，你在这里哦。太阳哥哥，我想你一定是我的救星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果要长高的话，除了早点睡觉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？这个呢，问我准没错。记得不能挑食，饮食呢要均衡，最重要的就是营养的食物绝对不能少。记起来了。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？
还有就是要运动，首先就是游泳，开始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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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就是打篮球，开始。一二投篮，一二投篮，好，换我们一起来。一二投篮，一二投篮。还有还有，听说跳绳也非常有用哦，大家一起来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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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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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像跳得很厉害耶。现在呢，我要选一位小朋友呢来考验一下下，请问谁想要上台来考验？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朋友，你来你来，就是你。Hello Hello， 好，你要接受我们的考验咯。你运动强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有。好的，第一项考验是游泳，你要从月亮姐姐这边出发，然后绕草莓姐姐一圈回来哦。你要游什么事？蛙式。蛙式。OK， 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。Go！ 游游游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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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棒，恭喜你游泳考验成功。耶、yeah ！太厉害了，接下来是第二项考验喽，叫做投篮，我先示范一次。那我来当篮筐，来。首先你要拿着你的球，然后运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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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着带球上篮投篮，哇，得分很高哦，你 OK 吗 ？OK， 看你表现喽，要运球哦，运球运球运球，预备 ，Go！ 运球运球运球投篮、欸啊，没有投到，你就打到篮筐而已，再来一次，运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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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起来，哇，恭喜你灌篮成功，太厉害了。那接下来很难哦，你会很快的跳绳吗？要比我快哦，来，预备，我示范一下，预备，开始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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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你，预备，开始，去去去去去去，再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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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哎呦呦，会累吗？不会，太厉害了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很好，那小朋友要记得三件事情哦。就是营养、睡眠，再就是运动，就可以长跟太阳哥哥我一样高喽！真是太棒了！好，小朋友要继续来唱歌跳舞喽，一起来！圆圆的月亮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手手动一动，借给我们，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。可以快快长高哦，也别忘了要跟我们一起常常练习长高的运动哦。那我们来问问熊碧，熊碧，你对小朋友今天表现的棒不棒啊？哇，好棒棒，挥声！拥有好宝宝，拿到徽章，我最棒！耶，恭喜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！想要长高的小朋友，赶快一起站起来喽！起立，一起来训练吧，出发！来长高喽！集合喽！来，走走走，一起踏步走。Go go， 这里这里，这里。好，一起走一走。来了，来了，跳舞喽！上学变成快乐的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，哥哥姐姐，我们都是好同伴。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今天呢，跟小朋友一起来上长高课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一起来复习一次哦，一起来跳绳，跳绳，咻咻咻咻咻咻，快快！好，接着跳更高，投篮，投篮，快投篮，投篮，最后还要一起游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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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泳。现在要一起来跳舞啦，跳起来！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一起玩。
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喽！耶！跳绳，悠悠游回家喽！我是香蕉哥哥，小朋友，石器时代很好玩哦，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哦。例如，他们打招呼的方法会说 O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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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你要跟他们说下次见，你可以说哎呀呀咿呀，哦呀呀呀咿呀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这首哈拉嘎拉蹦。鲜红的羽毛，是勇士的皮带，头发有洁白，爱玩的小孩，一脚两脚来冲。森林和草原是猎人的舞台，手掌的手掌，咚咚咚数节拍，非洲像摇摆，可怕装可爱，快乐飞起来冲。哎呀呀咿呀，哦呀呀。小孩一脚两脚来冲，森林和草原是猎人的舞台，酋长的手掌咚咚咚数节拍，非洲像摇摆，可怕装可爱，快乐飞起来冲。哎呀呀咿呀，哦呀呀呀咿呀，哎呀呀咿呀，哦呀呀呀咿呀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。哇，你也会跳哦！我早就会跳哦，四岁的时候就会跳哦。我有两个好朋友也会跳哦。真的吗？那可以带我们去找他们吗？可以。走。你知道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吗？捏泥巴。那你泥巴嘞？泥巴还没来。那泥巴什么时候会来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你帮我叫泥巴来好不好？然后你们要表演的是捏泥巴。捏泥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恩恩。大家好，我是
高一点。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泥巴。捏泥巴。看谁唱歌最大声，加油！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。知道什么时候要吃月饼吗？什么时候？什么节要吃？端午节。端午节要吃月饼哦。端午节吃月饼吗？我都是端午节。哦，你们家都是端午节吃月饼，那你们家什么时候吃粽子？粽子。过年。哦，你们家过年吃粽子，那你们家过年吃什么？你们家过年没有吃东西？过年啦，要吃元宵。哦，你们家过年吃元宵，那元宵节你们吃什么？有元宵，有元宵。哦，又有歌了。一起摇元宵，摇好的元宵一起向过去，大家吃的笑哈哈。那请问什么歌？小呵呵。哦，小呵呵。宝贝大明星。是我邻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甩甩尾巴，甩甩尾巴，优雅神气，优雅神气，瞪瞪眼睛，瞪瞪眼睛，令人着迷，令人着迷，拍拍双膝，拍拍双膝，翘起翘皮，翘起翘皮，爱捉迷藏，转转圈圈，逗你笑嘻嘻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。是我邻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。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邻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园地。训练会非常的辛苦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野外求生是我的强项，再艰难我也不怕。啊，那一定很累。蚊子，教官说话的时候不可以乱动。体能训练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。
起。累死我了，满身臭汗，走，我们去洗澡。走走走走走，脚好软。今天要学习的是跟洗澡有关的单字 ，take a shower， 淋浴 ，take a shower， 淋浴 ，tap， 水龙头 ，tap， 水龙头 ，bathtub， 浴缸 ，bathtub， 浴缸。洗好澡的继续操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柳丁哥哥，我问你哦，最近要举办悠游运动会，你有想好参加什么项目了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可是个飞毛腿，所以我这次报名了参加百米赛跑。那你呢？拜托，我这么高，我觉得跳高最适合我了。哦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成绩哦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大家，运动之前要准备什么事情吗？这个那么简单，你居然不知道？当然就是要暖身运动一下啦！来来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预备备，开始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伸伸懒腰，扭扭膝盖，这个好好玩哦！对呀、啊，小朋友参加运动会呢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不管你参加什么样的项目，只要你报名了，就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大家要有运动家的精神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这才是运动会最重要的事情哦。那悠悠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